Show.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show, the Jack P Show. Wow. 掌声欢迎！好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，今天我们节目主题犀利到我们讲不出话来。哎呦，有多犀利？很犀利，诚如有台在讲的，屁塞狗玲珑，犀利，威风透鸡，把塞不会为买那个屁鸡，嘿，又犀利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这有一个主题的 VCR， 请看。哈，许多人见过美丽高挑的时装模特在走秀，却很少人见过拥有权力的名女人来场伸展秀。前一阵子，在一场美丽的权力秀中，这些平常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名女人纷纷展现了专业之外美丽的一面。素以彪悍著称的碧伟游月侠，完全颠覆她平日悍风十足的政坛形象。而在成功男人的背后，都有一双伟大女人的手在推动。素有台湾两椅大王封号的立委曾振龙，则有能干的老婆张花冠在幕前幕后帮着他。而另外一位立委蔡豪，更是有一位贤内助宋丽华小姐，让她在各界可以说露足了脸。今天就请到这三位女士来到 JK 秀，聊聊她们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我们这个节目啊，真是服务大众，对不对？如果节目是坐在选举前，那这就叫不道德，哎，没有失这个媒体公允的这个角度。但你看，选举过后，咱们一起来谈谈这个选举人物、政治人物他的家人及其他，好吧？第一位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，身材非常高挑，长得岂是两个漂亮两个字可以形容了？我们宋丽华小姐。有没有走错棚啊？啊，你是拍新娘婚纱礼服来的，这是？其实我也很怀疑，我当初想说 ，JK秀好像是比较年轻的节目啊，怎么会要求我们穿礼服了？这不是，主要是要来一个不一样的。先跟大家问候一下，来来来来，各位观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掌声欢迎。所以我们这个访问是要循序渐进的，有没有？刚刚我看到他这个对谈呢，我觉得你个人是很稳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要临上台前还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太犀利了，吴宗宪，你那嘴巴贱死了。”对呀，你没有讲话，其实不会这个样子的。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啊，但是好好 talking 一下。那穿上那不走秀，那就是我们的不对啦，好吧？来来来，现场看看喽。她是我们这个蔡豪蔡立伟的夫人哦。是。哎呦，这个不得了了，已经有一个小 baby 的妈咪了。哎呦，这身材维持上妙哉。哎呦，专业专业。非常厉害了，夫君呢？目前是民众日报社的社长蔡豪先生，也是我们现任的立委，同时呢，也是我们东森电视台的董事之一，所以这个相当不容易。第一次我们东森共和国有吗？我们有一次帮他来走秀有吗？哇，真的是哇，技冠全场，技冠群芳啊！所有的女生她都哈天呐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有可能？怎么看得出来已经生了10个小孩了？没有。那这个一个一后面那个零我没看到，是。那么有没有想要当过这个时装模特或怎么样？没有哎。没有啊。那会不会就是其实老公一直在选举嘛，对不对？而且那在我们屏东地区啊，算是高票当选。是。你本身有没有可能耳濡目染，搞到最后你也就是投入到选战，有没有可能？我好像有在做准备哈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政治事情很难讲哎。你会出来选？目前没有这个计划，没有这个计划。对，你出来选那根本不公平嘛。为什么？那长这么漂亮，所有年就哇，这几个这么亲面獠牙，只有这个长最漂亮。啊，这小孙又可以啦。啊，这小孙也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是没有影响的哦。外貌有没有？你看是马英九，他卖相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有三个候选人，你们来讲讲看，谁会当选？第一位。马英九，第二位
菜头。第三位，康康。第四位，菜头的弟弟猪头。谁会当选？当然是小马哥嘛，是吧？那所以你看，像你这个照片呢，一挂上那个这个盖章那个地方啊，我个人相信呢，绝对是高票当选。对，以外貌，对不对？对。本身真的不可能投入到选战嘛？谢谢，我相信台湾台湾的选民应该没有那么只看外貌。对了，说的也是，要不然他老公也不会当选嘛。是为民投死，是是，就跟他讲哎，对嘛对嘛。那么这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帮老公助选、辅选最大的收获，你个人觉得？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你一下要接触这个上万人的朋友啊、要面对各种不同形态的人，会让你自己成长很快啊。那么本身呢、年纪轻轻呢、就是报社的社长，你这样子可以管理得动吗？你本身？我想大家应该印象还很深刻吧？啊，这个现任的总统当时有拍一个广告，是是是，这个宣传广告，这里面有一些这个世界全球的各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啊，或者说诺贝尔得奖的，是是是，都是蛮年轻的，所以在里面我觉得我不算年轻的。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访问稍微严肃了一点？严肃了一点，对对呀、你要活泼一点，要不然的话动不动就会滑雪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活泼一点好了，这个社长就是出来背黑锅的。这个专业你们怎么写怎么写，被告就是我出来。你讲这句话是希望能够活泼一点。老公能不能聊一聊蔡好？我们蔡委员，他平常在问政是非常犀利的哦。对啊，据理力争，为民喉舌。那么你能不能形容一下你老公？他给我感觉是，他如果生在古代，他是用那种武将军。开疆辟土那种就没有问题，做皇帝左右手那种，他的那个企图心、旺盛心很够。那本身呢，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以朋友为重的一个人？倒还好哎，他其实他是个很传统的人，他也很重视家庭的方面。就像是说，他今天有很多场合，他会要求我跟他一起出席这样子。对，他很尊重女性的。那他一个特性就是他会比较严以律己、宽以待人。这个己。不只有包含他自己，他的核心幕僚都在。我听过我们这个王董事长，就是本台的董事长啊，大家长啊，曾经提过这个蔡委员，他说蔡委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这个人不爱钱，很奇怪，他宁愿是朋友比较重要，他对金钱他比较不在乎，比较急，是不是会有这种状况？有，真的是这样。那你当一个老婆，你是要管钱的，那动不动钱就往外掏出去，那这个。不会，因为我个性跟他也差不多，我觉得钱够用就好了。哇，那你就相当不错。不要都给我们好了，不要都给我们，对呀，偷着去。这什么态度？哪里我们领的？那这个家庭够惨的，一个家庭两个败在败家，那是很快的。那不行啊，女生是啊，他这种方式就是说他会去顾及到别人的家庭，就是你今天赚钱的话，是整个团队要为整个团队未来的一个生涯做规划，不是只做你自己的规划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有一个政治考验题，来，请出题目。请问陈水扁总统是中华民国第几任总统？第十任。第十任答对了，掌声鼓励。哪一位是现任交通部长？同时把他的名称讲出来。交通部长，这一位吧，叫什么名字？叶菊兰。叶菊兰，请看看。是交通部长。好，第二位是什么？第二位我看不太清楚。那第一位，我知道这位是陈菊。荣祥。荣祥啊！哎喂！好，不是啊。陈菊女士。陈菊，陈菊是什么？晓得，陈皮梅就知道了，陈菊不认识。老委会主委，要不然你看，来揭晓。哦，陈菊。那中间这一位呢？也姓陈。有没有文啊？跟文化有关系的，文化有关系的。文建会吗？文建会主委，他叫陈什么玉什么秀。陈玉秀。哦，好
好厉害了。好，好，第三题，台湾省省主席是哪一位？来，主席是吗？他叫做，我一下子忘记他的名字哎。我给你提示一下，陈。博叫张博雅是不是？张博对呀、啊，那你在提什么事？好看一下，省主席兼内政部长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因为听你的谈吐、你的口条啊，非常有条理，应该是可以投入到政治圈的。谢谢。没有，还有更多优秀的人。没有，这是为民服务啊，是不是？要好好加油。来，我们就带来一首歌，给大家轻松一下，叫做是《新不了情》。哎呦，来，现场播，掌声鼓励，《新不了情》。好，一起唱的，没有音乐。心都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身心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厉害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下来这位很厉害哦。这位话我跟你讲也是非常有名的女人哦。张花冠小姐。这是雍容华贵啊，你知道？哎，平常讲，我们平常是看见你啊，在这个有没有电视荧光幕上？没想到本人比在电视上还漂亮啊！来，先跟大家问候一下，你太客气你啊！啊，主持人、各位观众啊，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是，哎，掌声给一掌声。夫人相当厉害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尤其啊，这个相夫教子啊，目前呢算是非常成功的一位母亲，同时你现在已经做阿嬷。不要说出来了，羞蛤蟆了！哇，三个孩子，而且现在已经两个孙子了。哇，你那就搞哎，我们看你的身手矫健，完全看不出来哎，有没有？我还能直升机上面直接跳下来，就搞了。啊，你曾经有闹过一个这样的新闻是吧？那不是要闹，那是不小心被人家拍上。你们家好有钱哦，拎到听说直升机好几部啊。没有了，那是我们的公司在营业的。不过真的啊，921大地震的时候，是他们帮了大忙，帮了大忙。当时情况也讲一下，921，因为车子都开不进去嘛。对，主要是霍伯台风的时候，还有921灾变的时候。对。你讲话那么较长结束啦，拢这么简短，我们都快开始滑雪了。我人咧做工课嘛，拢短短啊，所以吼讲话嘛。你来讲，对啦，对。有没有
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这个节目是新闻局每一集必看的。嗯，这摆不是阮讲的啊，真正啊，对不对？在聊对吧？伊人爹爹也跟阮什么关系？你在罚我什么意思？阿哥领导都无良意打字。不过我今天是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 Jacky Show 啊。对呀对。因为我们平常都参加那个很严肃的节目。对对。那阿内有快不？对哇，就标榜青春活力啊。所以我替阮人来开发一寡吼少年的市场啦。哎，这个先给我掌声鼓励再说。我跟你讲，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人，对不对？他出你一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上这么一次的这个节目，你老公下次出来选了，熊就给能满票一熊。安那一定掉的啦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一声响。哇哇！我宪哥，宪哥，是真的哈。他跟那个曾立伟哦，两个合在一起是100分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因为一个主攻外，一个主攻内，对，你知道不？啊，因讲吼，如果那两个分开吼，不是50-50哦，两个都0分。哦，为什么？有这句话真的？我这个要解释一下，这个、啊、我们听过这样的话到底是？尹文安哦，好像那个引擎啦，你有力的啦，但是我是刹车啦，所以哦，他说东的时候，我一定说。哦，你稍微制衡一下，话大概制衡啦、啊哦，就像我们现在政府都需要民意代表去监督制衡的意思一样、哦、了解、啊、所以哈、哦，弯刀哦出去哈、哦，特别做我们就坎坷啊。对对对，你老公看起来就草莽那一块，很草莽。当年来讲，一起你们是恋爱的还是怎么样？我是上了贼船下的老哦，了解了解，上了贼船。那么最大的孩子几岁了？最大孩子已经30岁了。30岁了，我、啊、这么快结婚29年呐、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是叫我谈过，应该没代志，咱尽量卖忙。了解了解了解，啊，你结婚几年才了解？我结婚20年了。那个是外面请人家加工制造的啦。哦、我自己生的小孩是19岁，今年大学1年级。啊、哦，19岁、哎，那你结婚你20年？哎，我照正规的程序，没有程序违建。哎，就生。一块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人属于冷面笑匠。哦，真奇怪，讲的拢袂笑哟。嘿呀，啊，其实足好笑的。啊，笑个差呢，那无咱嘛对啊呢。马林人起码安尼是呢，我靠，一个我别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男人哈、啊嗯，会对漂亮女人遐想，那是正常的。哦。所以啊，反对老公出去是违反人性的，哦、因为哈、啊，我们的婚姻制度哦、啊。是一夫一妻对嘛？那是违反人性，因为、哦、太好的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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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，你要讲之前先帮我把整段录下来这一段的，我将来交女朋友一定给他看。那你听我讲嘛，你啊，对吧？好，那你人性哦，要一男一女哈、哦，相看两不厌一辈子啊、哦，真的违反人性，很难。可是呢，我们那个道德的框框哈、哦，让我们要自己去自重哈、哦，自己尊重自己，哎。所以哈、哦，阿温安我拢改节框框，我改了，温到家话只有一条啦、哦嗯是是，我就说要回家睡觉哈、哦，不要睡完觉再回家，所以你晚上可以出去玩，没关系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温安哈、哦，今麦混能量哈、哦，其实哦，他很有贞操观念，是是是，他每一次晚上都有出去喝酒，哦、可是他都是身体在外面。啊，心都在家里面。啊、天哪、啊，这个夫人，有你家己敢有可能出来选民意代表？火、哦！你这，我跟你讲，你在地方上的人脉哦，嘎一的所在，讲那张花冠小姐开玩笑、嗯嗯，站出来就当选了。你不用选，你直接说我被算，啊，明仔来上班啊。哎呀，吴宗宪是有一点夸张啊，但是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最大的政敌哦、嗯，每天晚上都跟我睡在一起了。所以，我如果要参选啊，一定要先把那个曾志龙干掉。啊，算了，给我当肥料呢。干掉当肥料，你会不会？其实不会，你们两个，你不要选一样的嘛。对啊。觉得算起掉了，觉得算啥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？这个民主时代啊，最好不要家天下哈。啊，翁做这，阿婆做这，还是讲。啊，这个什么爸爸做什么，儿子又做什么，觉得不要，因为人才很多哈，啊，牛郎者啦哈，大概轮流者啊，是是是是，哎，不错不错，这种概念呢，还是一切以老公为重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他开玩笑归开玩笑，他还是真的男有分女有别哦，他很守自己的分际。那娶某爱娶一块，都是安尼啊，贤内助长。那个30几年前的计了也无，对不对？我老公这句话真好啊，爱给超多。
哦，哎，奇怪，她很能够让老公这样子，算是有点纵容，你会不会？而且她老公的那个造型都很独立哈。立伟在家里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？嗯，还好啊。袜子会不会乱丢？嗯，比严清标好一点。好朋友也是这样说，他们都很好的朋友，好朋友，他们两个就行了。对啊对啊，你不要讲那政敌，那就很完了。他下一集来，我毕业的真正人，我就要对来，人家说外界啊，先讲你老公有钱啊，对不对？花钱进入政坛，嗯，阿够跟这个赖静林立委发生很大冲突，这个请夫人来讲会比较准一点。你能不能赶快来这个修正一下大家对他的印象？我说真的哈，我没有在现场，所以我没有看到真相啊。是是是。不过哈，温安哈最吃亏就是那个脸呐，反正哦，两个一个这点没康康嘛，我跟我讲过。每次一起出去哦，他拔了老半天，结果女生都要找我。伊讲看到，啊，两个也有结婚哦，啊，人拢一定讲詹金龙共拍嘛，袂讲伊红拍嘛。对对对，啊，伊搁较大后背。啊，两个塞大车，条条对袂？人一定讲大台车弄细台车咧。所以吼，无啊，但是我是讲吼，迄个地方以外，后来我是建议我们那个立法院王院长了，我说最好这个楼梯间都装那个闭路监视器。啊，拍下来。啊，是讲吼。子华的设备要装一下哈，这样大概阿拜都别啊，你讲你也，我讲我的哈，这样真相，伊是讲伊家己拍，伊是讲伊拔刀的，拔刀，无拔刀，家己救起来安尼啦。啊，我是无伫遐，我说我无看。我那诶差遮侪啊，一个是拔刀，伊个家救起来，伊个有偌讲伊家拍安尼对不对？诶。那这个状态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当时也没看到，也不能乱讲，是吧？好吧，下次我们请赖静林、赖立伟来上节目，好吧？好啊，那人家还说他是，就说好像是有花了一些钱才进入到政坛。夫人跳出来讲话，没有啦。其实哈，我觉得现在哈，是我们这个三台，开放以后啊，是这么多的有线电视台啊，那个每天的节目、call in节目这么多，新闻节目。一个小时一个哈，所以现在选民都很聪明的，对，哎，耳清目明哈，就搞酸点哈，他们要的东西啊。你刚才那边阿东北边不玩呢，对吧？都耳清目明。所以啊，老百姓哈，现在都很聪明。对，而且选民啊。所以啊，我想要靠平常的问政的时机，对，还有你平常对选民的服务啊，这个比较重要了。没错，这个是太重要了。那我想你两位结离这么久啊，你们最欣赏你老公哪一点？可以不能给大家推？不太多了，但是我想他是粗中带细哈。嗯，粗中带细。哎，他很多小地方都小细节蛮。在外面看起来很粗犷，回家是个蛮温柔的。还蛮温柔，对，平时工作做较坏啦，对，还是面恶心善。金姐郎是安尼啊，回家会这样子刺绣衣服啊，哦，对，刺绣。你来知影，我三婆子伊拢搞提提的。安尼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叫提提袂清哦，两脚甲提做一脚哦，拜托。我平常听夫人这样讲，我们就知道她也算蛮会哈拉的啊。太有家教啊！阿湾这个节目在嘉义很多人看呢，我们嘉义地区也是，几乎台湾现在无看咱这 JK秀， 陈如一讲起来九十几个阿伯啊，讲 JK秀有看有保庇，无看出代志。哦，这么打扮看他呢，那将来真的不可能投入到政坛吗？我没有讲不可能啊。对啊，我觉得目前要先把曾志龙干掉，我就要看。哪里太客气，因为他看起来就是那种。很平易近人，好像有妈妈的味道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有古典美，好像希腊人。对，哎，对，哦，你是轮廓很深邃，长得很漂亮啊，对不对？啊？我不好意思说，但是我有一点同意啦。啊，是，我了解。好，那我想他要带来一首啊，徐怀钰最新的歌。让大家能感受到的年轻的一面，歌名叫做《歌名叫做是》。我下一次再唱那一条哈。那今天要唱的是？我唱韩语曲哈。哦。唱这一条就知道我的年纪有多大。太棒了 ，hip hop 的版本啊。我带一点新潮的哈，我用台语唱。就带一点啊！来，韩语。兄弟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啊，有。韩语曲台语版。吹过了一阵的风，哎呦，还有人唱台语的。刮来一阵沙沙的小风，沙沙的小风。雨中的山顶是一片青翠，一
也是转眼春又去。夫人来到我们现场，多谢哈，下次有机会还要再来到我们现场。哎呀，把您老公也看过来哈，好吧，掌声再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再次谢谢他们，这个非常好玩的。我们政治人物也是有这个同志的一面，对不对？就可爱的一面，活泼的一面。接着下来这位啊，最可爱，霍元甲，高高追，我想欣赏这个，哇，真正芭比娃娃，我高高追，狼帅挥个大锐，游月霞立伟，我先来推嘞。你们想象得出来吗？这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哦，为民喉舌，民意代表 ，Say hello to everybody。来跟大家，问三位主持人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咱是伫倒一个所在算出来的立委啊？彰化县，彰化县，彰化县哦，对啦，因母语是台语，所以讲话拢为了在外面租房子自一番尴尬，啊，相当不错。那么目前来讲，完全看不出来是。年纪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说有41岁吗？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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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敢共台？我41岁，不是一对会啦。41岁，好，现在目前有一对这个小孩，一男一女，就上大学了。你看这个妈妈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啊，三十岁。因为哈，我们那时候农村农业时代哈，啊，女孩子就是20岁就有。那个媒婆在做媒啦，那男孩子去当兵就有媒婆到你家来提亲啦。啊，这啊这样子啊。啊，所以我是只有这一辈子只有一次的那个那个相亲啊，马上就结婚了。哦，一相亲就马上结婚了，啊，你哪叫人未婆啊？啊，我就想讲较早嫁较好命。哦，上面说人未调，冻未调啊。太屌！哇，你这今天再开个槟榔摊，行李点卖。我这个是对着时代嘞，我不是屌嘞。是是，我知。不然，你不然讲，那不然讲你屌，你这赶快心内话拢讲出来。你这不是屌，你这叫做早秋了。你看，从我们的对谈你就知道，其实他们是很可爱的哦。跟我们这样子闲聊啊，他都是不以为我。30岁的做生意员啊，生意员那不是经济员哦，我跟你讲，当时还是省议会之花。你敢看麦？当时30岁省议会之花，今麦其实你敢看麦？岁月不饶人。哎，我多讲过。对啊，哎呦，我今日穿安尼吼，我忘记带那个无肩带的。对啊。哪见啊？当时这个神议会之花那个风光的年代要讲一下。对呀。熊帅。我是觉得说，你们不要看我现在这样子哈，都马是给选民哈，跟我们这个社会哈，给我污染的啦。我以前哦，我那时候30岁的时候哈。我比现在少了20公斤呐！哦，所以当时应该也有50来公斤。以前只有40几公斤呐。我那个相片一出来就当选的啦。对呀，长得很漂亮嘛。你看我那个相片，看到每一个人都抠西西啊。是，抠西西啊。啊，现在抠西西啊是被。就了解一下，你当时30岁，那汹涌，我们跳出来算新议员啊呢？其家人是从政吗？其实是这个样子啊，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他要当什么都有一种使命，命中注定啊。因为我在那时候只有35天就当选省议员哦，国民党所提名的他是很多的精力哈，他还是被我打倒了。是啊，所以就我觉得说，因为那么虽然我的人生在参政的历程哈，非常的顺利。包括这一次呢，我本来不想选立委嘛。突然间，怎政见发表起来了哦？继续，也是你做惯习啊，那个。不是啦，因为吼，我这无讲红灾，人唔知叫我讲吼，我是安娜。是哦。安娜，你是安娜，你是麦当劳的，你是安娜。
我是约翰。你好，哎，还你好啊！我告诉你哦，哎，主持人啊，我现在也无结婚呢，啊，我虽然有两个囝，哎呀，真笑，真痴呢。哦，婚姻状态是 open 的 ，free 状态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没有男人哦。我身边只有单挑一个，不是很 open 哦，我不随便 open 的、哦。这两个是你自制的。我这两个是因为我22岁结婚嘛，好好好，那有经过这个牌照来生产的，哦，有正式牌照生产的。哦，了解了，目前还是待字闺中了，超级辣妈的对吧？没有辣妈了，因为公姐我够不辣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刚那是场面话，我要这样，真的是超级辣妹。感情上面目前是真空状态，变成是单亲妈妈了，照顾两个孩子，你有没有考虑啊接受感情的第二春？但是我是觉得在我还很年轻嘛，虽然是了解了解，虽然是一机会啦。我家里拢年年歪啊，都少年，因为啊，我伫阮妈妈，是安内拢有这款的想法，因为阮爸爸妈妈拢，因为。阮爸爸妈妈拢遐健在嘛吼，啊因为拢遐搁甲阮约束，都还在他的眼线的范围内嘛。那我们的言行举止跟包括自己的婚姻啊、感情的生活起居，都还受到他的监督嘛。那其实我是劝你啊，这还是第二春是可以的。我觉得说哈，这个时代哈，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好的。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一个女。天下输海边，南北风，大影灯小影，小影灯无影。哇哎哎哎！有影。哇，真是的，这些人家在讲话，你这样乱闹人家。咱这个家己方面的荣誉，咱马上为来开场。你那差啦！八大哇！你那竞争婚一个，无你哪会知我要爱什么啦？对对对对。对啊，太差啦！我是觉得这个机会哈，我们那个 Jackie Show 哈，全国不管老的、少的、少年的哈，中南部尤其阮中南部哈，哦，安尼讲要掠光，看到 Jackie Show 敢无看这无彩？无看敢。啊，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哦，先我征婚一下。所以我感觉讲我无一定爱有第二春。你较早人无看艰苦，你今仔征婚落去，观众看了都艰苦啊。其实我有安尼啦，为着安尼，恁都要吵，简单一句话，只要是查甫的就好啦。我操！哎呀，你个鬼气啦！我讲，我们太欣赏这种个性了，你不怪伊出来挑出来三十回的新演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有很多乡野人物哦，对不对？他的魅力来自于他的真诚。一些人你讲会讲欺骗那些呐，那有可能？看你做好到底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安尼就赔上婚姻啊，因为我都不喜欢。虚情假意啊，啊就食，人问讲啊你食饱未？我讲我食饱啊，啊人袂讲啊那你都食饱，我嘛免等去陪你食饭啊。陈姐，吴宗宪哦闹很多绯闻呢。对对对。啊最近国叫用讲话就叫用反题材，一般就讲讲话，讲讲讲伊爱讲唔是个。是啦，我咧讲，因为吴宗宪这种男人吼，查囡仔看到拢挡袂住，忍不住会爱上他。啊爱袂到的人吼。无想到我这理性讲，啊，这都无下咱无放咧，互别人去。我无感觉你理性，我感觉你做野性。今麦个龙尼啊，你怎么也皮鞭蜡烛出来？那个诺诺跟阿辉，等一下录完影先把我保护你。房间对，麦都只讲咱两个知。哦。那么关切。让我们很有感觉了，讲好讲好，邀请你上节目，我们好开心啊！看到你在立法院里面那么犀利的问政，真实面里面的你还是比较可爱，其实偶尔会露出那种腼腆的笑容，还是有那种小女人的感觉啊。拍戏拍戏啊！哎呀呀，我也开始拍戏。因为我个子小是没问题的，是小女人没有错。好好好。但是啊，我本来都觉得很年轻。但是等下，阮囡仔的同学来讲，欧巴桑你好，我讲哈，你叫我欧巴桑，我讲你以
要叫我陈妈妈的，了解了解。这个你卖个问啊，而且我一直要做一个 ending 哈，我讲阿兄你听没有？一个公对足济往事的啊，啊不，你看有啥物代志做一摆公共的啊？你好，开始专门做一个专辑，是是，好不好？去剪一个专辑。那卖讲啊，卖讲牛铃讲。是是，啊，当时怎么样进入到这个？好，算了算了。来来来，我请问一下，现任国防部部长是谁？伍士文。伍士文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哦，你这都厉害。这对他了解。哎，他连考虑都没考虑。代表对这什么？以下哪一位女性政府官员是已婚的哦？已婚哦。嘿。蔡英文给。这个一点不给啦。余秀莲不给。以上言论啊，绝对对，不代表本台立场，代表他个人的立场。好到惊死，这也无啥讲实话啊，对不？我是惊死，我替人讲的啊。我不是惊死，我是足惊死的。亏心事做伤多的，看到。好，好，来来，解答一下。啊，这个，俺拢未嫁，看一个查囡仔嘞。啊，这个可能嫁的款。钟情，嫁了吗？这型款哪嫁的款？这型好妈妈的。长得像那个凤飞飞啊。哦。啊、蔡英文的嫁，我未嫁款呢。啊，可没有蔡英文，其实已经嫁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她不是嫁给老外吗？啊，反正目前跟我讲的都单超一格的。啊，为什么会写英文呢？啊，蔡英文不是的。哦，所以你也是未婚了啊？哎、欸，我也是未婚，我还有机会的。嗯。今麦看到吴宗宪，安尼我看搁过来找别人。我们话聊两句，然后停下来，他自己就接，然后不会断掉。哎，那您今麦处在里对哈？我在里蹲好难度啊。啊？啊，这狗哎呦！哪一只狗是第一家庭的狗？啊，阿咪哦。这只狗是阿扁总统因到的狗。是的。这破美狗这温柔，就阿扁阿一型的。伊都挡伊袂掉，可能唔是啦。哦，看卖，唔是 ，no， 这问到是 no， 阿拉萨第二次。即型的吼，即型的，哎呦，哎，即型的较性价比呢。啊？哎，即嘛唔是讲动物咧，伊只狗拢，伊只狗拢因某你顾的较侪。阿哩啊，到饲都一只，有影因到有饲一只。有。今年吼，我感觉伊即只来讲吼。安尼温温顺顺吼，是，啊，迄阿扁也转来，伊阿扁也嘛对伊无法度，啊，即型的看到阿扁也可能走去边啊走咖啡，惊去互伊歹着啦，所以我感觉即型的较像咧。拉萨是吧？我来看一下。哎，那难道是这一只吗？我们。哦，是 Marches。啊，这可能是阿扁啊，因某的啦，不是阿扁的啦。哦，我就惊你个讲唔对，啊，这可能是阿扁的。哎，是太开心了，今天看到我们这个游月霞这个小姐来到我们现场，不如安尼啦，对不对？炸一条啊，这台语歌，恁个现场唱一下来看。靠，乡土味的，好不好？安尼哦，啊，拄我烧声嘞，拢无困。就真侪人要唱歌，拢会讲这款哦。哎呀，真正烧声厝里休困都。我出来咧谈，不安尼啦，吴宗宪啦。啊，我看阮请咱这诺诺，甲咱这个阿飞，甲我陪。阿飞啊，阿飞啦。好啦好啦，啊，龙眼了，我再请你来吃火锅。来啦，我唔是小毛头啊，我嘛是一个女人呢。我要浪漫一点的那个咖啡秀。跟你讲啊，好啦，红杯刷来一下，红杯刷好唔好？啊，我买晒皮啊！你讲啊，找到了。
开心了、啊，有三位夫人来到我们现场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。是，让我们看到政治人物他们也是轻松快乐的一面。嗯，好几摆你哪个出来算？你哪几个出来算？我等好你两个，没使啦、啊，我要求哪有这少？那不没事，你来搞我徛台，我给你徛台，我连米红沙去台。啊，还有一个较重要的，是是是如果我定位也无啥搞起来到。哇、哦，你总算是何方人物，这么简单就给你。两位，我们都投你一票，嗯、好吧？谢谢。如果两位都投选同一选区，我一票还撕成两半一人。对，好吧。是是，两个都盖哦、欸。你来做阮中华的冠名，欢迎大家来阮中华关注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多谢。哦，讲到中华，刚才引刀嘞，拜托。对，开玩笑，我们再次谢谢两位，好吧？咱们休息一下，继续看他们 JT Show， 耶、yeah。